终于能走进天地间的自然，念念如素，情同此理。我为什么吃素？因为我逛了菜市场，那个时候的菜市场还可以直接宰杀。当我走进那个卖肉摊的那一条的时候，我看到鸡被关在那个鸡笼里面，他们是没有呼吸空间的。那个鱼，他们是嘴巴跟尾巴被绑在一起。我们家收容了很多需要救助的动物，本来以为这样子就已做到慈悲护生。当上人告诉我们，荤食就是杀生的时候。那天培育课后回去，隔天我坚定素食。成长于单亲家庭且受过慈济关怀的洪伟章，在岳父母鼓励下，夫妻即将一起受证，做个更温暖的人民保姆。是紧急人员这一份工作好的好处是，他可以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别人，比如说处理人家的事故，或者是受理人家的家暴案件，我要怎么去安抚他们？对，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是行菩萨道帮助别人的一种方法。事理印证，佛性显现，培训志工重要的寻根之旅，深耕三学戒定慧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美惠、胡淑慧、王柱明台北报道。